哥哥妹妹有意思。嗯，这样错了吧？没错啊，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。我个性高冷，身体健康，头脑聪明。欢迎来收听3:07的哥哥妹妹有意思。我是欧马克，我是玛丽，也欢迎你可以锁定上班可以听的 YouTube。 关于刚刚那位个性高冷、身体健康、头脑聪明的来信者，他的信是本集马克信箱的亮点，欢迎大家锁定。我建议大家都听一下。送给你一件漂亮的背心，代表我对你的爱情始终坚定，上面绣着自己不变的姓名，愿你时刻记得与我心电感应。换给我一件褪色的背心，代表你对我的爱情早已远离，像是一场悲剧无言的杀青，蓦然回首的天空云淡风轻。披在身上的背心曾经那么的温馨，依然熟悉的背影如今这么的无情。全是不堪一击的爱情，背心哦背心，只能背对背无法心连心，背心哦背心，感觉捉摸不定，没有道理可循。下的美眉爱漂亮的直播，难道我们要开箱的是一连串的背心吗？我觉得可能很多女生会想要看有背背心的开箱啦。哦，真的啊？因为有背内衣那种东西，又加上有背的它，你真的很吃它的壳的软硬度啊，然后它的松紧程度啊，它的亲肤性啊，它的材质啊，有背背心啊。其实有一些我们的直播要转行成转型成那个黑男的频道，是不是？都您在穿 啊？那就不怎么好看啊，那真的很无聊哎、欸，那谁想看啊？除非我觉得只能有个厂商的预算来个50万，我们就请业务凶器来示范。但业务凶器的那个价码很高，我问。我光想象头就要爆掉了、啊。
什么头要爆掉，大脑、啊、爆掉，大脑爆掉那真的很好看、欸、超级好看哦、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在讲黑男的频道在讲什么，因为其实现在应该从日本、韩国都很做这种很多类似的 YouTube 的影片，嗯，然后台湾的黑男也开始做，他就是请一个女生，然后现在那应该都是黑男公司的旗下艺人啦，然后就是请他们当场换衣服、脱衣服，然后在脱的时候，他其实就是背对镜头，嗯，他没有在镜头外哦，就是观众都全部看到全程，就是看到他的裸背，嗯，然后把衣服穿上，然后再转到正面，然后跟他说，嗯，这一套衣服就是怎样怎样，然后这个剪裁，然后它的那个历史，它的严格，那很好看，非常好看。如果它是固定更新吗？这个系列？我没有仔细看有没有固定更新，可是演算法它会一直推给我，因为你就一直说好看啊，你是不是一直疯狂按 like？ 没有，你有没有用上班可以听的频道留言？没，这个不好说。哇，如果我们美眉爱漂亮可以做到这样的话，不得了，爆了！这个爆呢，就是飞碟联播网的 YouTube 频道会爆啊。嗯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，这个不能随便乱做的。拜托，拜托，求植入，求干爹，求干爹啊！这一定要有干爹，求干爹，每个礼拜四就是让我快乐一下吧。礼拜一你要快乐的吃，礼拜四你要快乐的看。对对对对对对，礼拜一目前干爹好物是几嘛？嗯。礼拜四求干爹，求干爹换装，求干爹，我们赞助，后面我们只接到假发干爹，然后、假发干爹也很酷，好不好？然后是我弄啊，对啊，当然女生男那个就男女都可以啊，嗯，其实应该就要试戴那个魔法布屋啊，然后我们就在里面旋转，因为不是说你上身下来都不会掉吗？呜。你怎么兴致缺缺成这个样子啊？跟刚刚差好多、哦哦。因为我有听过，就是魔法布屋的使用者，他跟我反应不太 OK。他有去跳高空弹跳吗？他还不需要做高空弹跳。哎、欸，他我记得他是说可以游泳呢。嗯，对啊，可是他说那个东西很难顾，所以我们必须真的能现场实测。你说现场，然后应该要带很多家假发才对，假发派对。哎呦，现在开始有很多 idea 啊，是不是？没有干爹哦，所以前提是要有干爹，这些才能成型。我收集十顶假发，放在我家真的是找事做哎、欸。而且你知道假发其实非常贵吗？而且就是刚刚你说那个魔法布屋，你知道那一顶要多少钱吗？多少？40,000。对啊，可能是一个人的，就是一个月的薪水、啊。但跟你一生，如果你顾得好，因为我觉得假发还有一个就是很难顾。嗯嗯，有时候如果你当然是每天戴就没差，可是如果是女生，有时候为了造型那个假发，你有时候压压它整个歪，就觉得。你就是过着阴暗的光明，我在依附着你同行，背光的风景里，我陪。的风景里，却让我看见光明。韦静，黄韦静，背光旅行，在群组当中呢，有人贴了一个新闻，这个新闻是在讲说，因为中国的这个直播带货嘛，上链接。那当然可以卖的东西很多啊，很多产品，所以刚刚我们提到那个内衣啊，当然内衣也是一个直播的商品嘛。嗯，那在卖直播的时候，是不是就会用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，用一些很吸睛的手法？对，很吸睛的直播女生，嗯，然后可能胸很低啊，然后很情，不能说情色，很性感啊，嗯，然后大家就会很一直看，一直看，看下去。嗯，那我们伟大党呢，就寄出一个禁令，不可以用这个女生，不行，不行，所以他们的改变方式就是男生穿。你呀、啊，等一下，男生穿你怎么示范？胸部是否集中？是否有会压胸？然后那个杯的圆怎么看？对啊。而且这个政策其实就跟在之前的政策又
相打了，因为之前呢，他我们的党啊，伟大党，他禁止中国男生呢都变成蛇精男，就不能那种很漂亮的美型男都不行，所以有很多的帅哥他们突然一夕之间留起了小胡子，反正就很奇怪啦，就是那边乱象跟怪象实在是太怪了，反正上面有政策我们就啊，我们就遵循这样子，对，就很像一从小人这样跑来跑去，呜，那我们现在去那咯，风向往哪吹我们就往哪转，好咯，嗯，不可思议，像你的爱 go lucky 赖在我这里，他要吃也要你，我和他一起等你，我爱你，我想你，我的开始在这里，给我故事不给结局，毫无道理，相信你，只有你，让这个故事继续，在你消失的一千零一次，不可以去删改我的心，我能吃也能迷，一辈子都给你，想你，我的开始在这里，给我故事不给结局，毫无道理，相信你，只有你，让这个故事继续，在你消失第一天另一次，我爱你，我想你，我的开始在这里，给我故事不给结局，毫无道理，相信你，只有你，让这个故事继续，在你消失第一千零一次，深陷，以为还有时间去改变，被遗落的瞬间像末日般崩裂，曾经的笑颜都像幻觉，可以忘记了眼泪，从尘埃到湮灭，先痛彻骨心，相恋是崩溃的遮掩，不想懂得大人的离别，越沉溺在昨天越容易往下坠，用绝望换希望点亮我的世界，该忘记了眼泪，从尘埃到湮灭，心痛彻骨心扉，才忘记眼泪，嘿嘿嘿嘿，忘记。
甜作之合呢，我决定把两盒牛奶糖配一个姻缘的玉手，再配个纸胶带，送给我们的上班可以听的会员朋友们。没错，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 Musa 的《忘了眼泪》，所以欢迎呢大家可以订阅飞碟联播网的 YouTube 频道，也欢迎你可以订阅上班可以听的 YouTube 频道哟。蒲公英飞得伤感，缺席又参半，分开后各种缅怀，或许不该面向大海怪自己，怪我留不住你，对不起我还爱你，我谎称放弃。伤说失去了才珍贵，也许是爱情我们都还没学会，情歌有声也把假眼泪，也许是爱情我们都还没学会，说狠话的注定先后悔，也许是爱情我们都还没学会，向日葵的美也换不配。缺席又参半，分开后各种缅怀，或许不该面向大海怪自己，怪我留不住你，对不起我还爱你，我谎称放弃，想说失去了才珍贵，也许是爱情我们都还没学会，情歌有声也把假眼泪，也许是爱情我们都还没学会，说狠话的注定先后悔，也许是爱情我们都还没学会，向日葵的美也换不配，也许是爱情活该可悲，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李荣浩
也许是爱情3:49。在群组上面呢，也看到了很多听众朋友们分享说自己去哪里哪里的城隍庙，是什么月老庙，然后哪里哪里准，哪里哪里不准，然后说哪里哪里就是已经讲了很久了，可是好像月老都不理他，好像月老很想要一直跟他聊天这样子，又叫他一直回来看他这样子。希望大家心诚则灵啊，最重要的还是你要认清楚自己，认识自己，然后好好了解自己的选择，想要选择什么样的对象呢？Here to tell you guys， 等一下让我先把脑袋给倒个袋。他是我朋友叫小叶，他总是在想着哪天可以遇到纷争的爱。他研究天文学，只为了那一天。但女生看星星时候可以讲一遍其中的意义，从天文讲到地理，这意境是他最浪漫的细腻。还记得大学毕业后他分了手，交七年旧的女友突然跟人走。爱得满身的他想都想不透，摔得满身的伤他装作都不痛。他决定从今后情场上不停留，要我教会他怎么be动。So I say my bro， Let's go， 就贝吧贝吧，就贝吧贝吧，就贝就贝吧，就贝吧就贝吧，别多想，就是直接做。他开始变帅，女生说他天才，像是歇赛，逐渐开始变坏。没事把他一些淡的不是恋爱，他不想这样下去，他说感到倦怠。Don't know what to do， 做的这些改变单纯因为不想输。他怕了，因为他人记得前女友跟人走，那时候他是多么慌的。Damn， 但他最近又有新的对象。还问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追他，小帅哥的外表下还是以前的小叶，送早餐送到楼下，关心女生的小叶还算欣慰，道德来的还是没变，面对喜欢的人就变白痴的那嘴脸。 So I'm showing him how to handle this， All we gotta do is step in in。每当铃声响起，小叶他怕漏接，总忙着找电话。哎呦 ，Jay Sean， 这换我比较好解答。因为女孩是我朋友，我了解她。这小姐她其实只要心动，根本没在鸟星座。不怕小叶老派，带她去看星空，但怕现太快，所以话都放在心中。帅哥，一直都还没有完。爱情要素质和眼光，这两种都不算有错。聪明的脑袋，让缘分配个对眼，先别管配不配哟。如果想追的美，准备快上钩，还不快下手？就贝拉贝拉，就贝拉贝拉。今天最后呢，要为你送上的歌曲呢，来自于小野丽莎，要送给在收音机旁边可爱的你，或是在电脑旁边用网络收听，或是在 anywhere， 在某个地方你有听到这则讯息的可爱的你。
3:54，我是欧马克，我是玛丽，哥哥妹妹有意思，我们明天再会，欢迎你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， 追踪我们的所有你在网络上社群可以找到我们的地方，马克信箱啊，上班可以听啊，玛丽的象牙塔，欧马克啊，能找到的，有订阅键的，有按赞地方的，全部都按起来，谢谢你。Soñé contigo, soñé una cosa bonita, qué cosa maravillosa, ay cosita linda, mamá soñaba, soñaba que me querías, soñaba que me besabas y que en tus brazos dormía, ay cosita linda, mamá chiquita, qué lindo tu cuerpecito, bailando este meneíto, yo sé que tú me dirás, ay merecumbe papá.Thank you.